这条对一条囡仔铃吼。来，身躯这条英灵吼，听师尊的英灵。什么天人上人下降人间，大开三座普渡，千载难逢。天灵应允，会当甲三座归宗。今天红路来遮皈了的时阵，嘛一同甲你皈依修正。他拄仔你有四杯要来天灵坐，这中品上，中品上升吼。哎呦，他都有家己吼。所以。你到等红路来皈依了，再给你皈依受证。这段期间你袂使挂交叉，听好无？咱圣人讲有天子、有天命、诸天护法拢伫遮。你到护法咱遮皈依了红路，你袂使违背天子。而且你遮会当去遐神仙做做，看下你伫地狱做游魂，了解无？好。哦，安那好，你要速速来退开。好，来。